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比赛。在双方握手致意后，今天的比赛即将拉开帷幕。今天做客的球队是广州恒大对阵摩纳哥。我是王涛，和我一起坐在评论席的是从来没有办法和我统一意见的苗坤。谢谢王涛，还是你了解我呀。这是我们刚刚拿到的出场阵容。好的，现在比赛开始了。王博文，高拉特回身到门前，门将大脚长传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得不好。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，不过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。是个边线球，意识很不错，险情暂时解除。法比尼奥送出直塞，杰曼，他抬脚失射，敲山震虎一般的进球来自法尔考老虎。摩纳哥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摩纳哥先下一城，我认为这个进球会给他们巨大的动力，主教练一定会希望他们乘胜追击再入一球，不过现在还远没到坐享其成的时候。高拉特，球打到边路，很有想法，现在无人持球，整治高拉特，球被拦截，向外找到侧翼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法比尼奥，头直塞，杰曼，机会有没有？有了！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我喜欢这个射门啊，这次要传得再晚一秒，恐怕就越位了。不过传球还是射门都得点赞。打入了第二粒进球，将比分改写成2-0。现在第二个进球已经让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，可以说是胜券在握。即便接下来不能再进一球，也能够将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。看来这场比赛悬念不多了。
法尔考，掉过头顶，这球传得非常巧妙。古拉特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。传球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法尔考，整治，漂亮的抢断，马丁内斯。拉吉，拉吉，拉吉，法比尼奥，杰曼，杰曼，巧妙的传球，王博文，法尔考很有冲劲儿，但是没能处理好。马丁内斯，球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。将球送到前场，法尔考，杰曼，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我们能接到球吗？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得不好。这球传球的力道不够，让对手很轻易的就接到了球。法比尼奥，古拉特，漂亮的拦截，解除了危险。中场休息的哨响了。你如何看待上半场呢？广州恒大还蒙着的吧，被进了一球，还没缓过神来又被进了一个，球员们需要振作起来，教练也该需要做一些调整了。主裁判一声哨响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拉吉，整治，李学鹏，球在郑智脚下，漂亮的直塞球，太混乱了，门将把球没收了。杰曼，法比尼奥，法比尼奥准备掷界外球，王博文抢了回来，王博文明显犯规了。又一次漂亮的防守，轻巧的高球化解了险情，马丁内斯，临传寻找机会，整治，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。郑龙，
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漂亮的防守，再这么防下去啊，后卫们要失业了。这样的表现不得不赞啊，这球他把自己当成了防守球员，比赛非常投入。法尔考、古拉特、法尔考想要穿透防线，有机会打门，哎，可惜了这次妙传啊。我想面对这样的传球，后防线难免会露出破绽，这个传球应该为他们敲响了警钟。他证明自己不是来打酱油的，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可真是赏心悦目，是吧？这球也射得不算太离谱。李学鹏，高拉特，他一路狂带，反应很灵敏，门将表现非常给力。哦，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啊！这次扑救看似容易，但其实难度非常大，门将必须手疾眼快，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。纵身跃起，整治，好的，有足够的空间，长传发动进攻，毫无疑问这个传球还不够合理啊。迅速向前场推进，漂亮的抢断，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。郑龙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杰曼，将球送到前场，试图直塞，法尔考，打门，他们太狂暴了。已经锁定了胜局。这球我上去都能打进，你觉得呢？这球看似容易啊，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。广州恒大已经有替补队员准备好上场了。摩纳哥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。李学鹏将如何处理呢？跳传渗透，漂亮的直塞球，我看好像是越位吧？对，是越位，真是一线之差呀！摩纳哥看起来要换人了，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，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，有时候身体没劲，脑子也会变慢，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。精彩的对决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，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啊。杰曼，球在法尔考脚下，球来到了左侧，非常犀利的盘带，
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。销魂的跑位，拦截更是销魂，球迷们看的都是魂飞魄散啊！哎呀，太销魂了。杰曼识破了越位的陷阱，整治。中场哨响了，比分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场上的局势，他们在所有方面都不如对手。那么比我差那么一点点的苗指导，关于比赛的过程你有何见解？一支球队必须要在每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就打起精神，高度专注，但是他们今天没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觉得是较早的丢球影响了他们，而在后面的比赛中他们也没能调整到最佳的状态。在结束前还是要感谢一下苗坤，尽管他说的也不大好，但是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！谢谢坤。